商品真是丰富啊！哇，这些东西我都好喜欢呢！哇，这顶帽子好洋气啊！怎么样？哇，洋气！哎呀，真是太适合了！这种海岛风情的帽子最适合你这种甜美可爱的女生了。对于一个老渔民来说，这帽子确实太合适了。奇怪，怡儿戴那帽子挺好看的，怎么我说出来的话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呢？阁下的演唱会大获成功，这次的新形象一定会引领时尚潮流的。当然当然，真有意思。如果你们是明星，那也绝对是过了气的。这个耳环好漂亮，戴上以后超显气质，超有感觉的。我怎么看都觉得像个暴发户。哇，我最喜欢蓝宝石戒指了，和您的纤纤玉手真是绝配，就像是为您定做的一样。每个手指都戴一个，就变成货真价实的巫婆了。我刚刚试过的这些东西我全要了，还有这个我全买了，快付钱。什么？拿着。又不是我买的，干嘛让我拿呀？今天我是怎么了？说出的话都不是我想说的，奇怪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，真命苦。波波，波叔，你买的东西呢？战利品全在这里，厉害吧？这么多，你的成绩也不错哟。也是个超会败家的，跟你有一拼啊！买完厨具和食材，路过这里就进来吃点东西喽。吃点东西，这些东西都够我们吃三天的了，吃头猪都该撑死了。你说我像猪？不，我。他吃错药了吗？没错，他刚才已经得罪了我和玉麒麟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可是正常的很，我看是你们有问题吧。是，懒得跟您说。服务员，嗨，三位好啊，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？今天是本店的特惠日哦，橱窗里展示的菜品一律七折，机会难得，不要错过哦。这样啊，把橱窗里的菜每样各来一份。我也要。那来两份。点这么多啊？吃吧吃吧，吃完就撑傻了，圆滚滚的留在这里当吉祥物好了。说我就算了，玉麒麟可是你的灵宝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？对自己的灵宝都这么刻薄，你到底还是不是仙灵师啊？我对自己的灵宝怎么样，你管得着吗？狗拿耗子，忍无可忍。你给我滚远点。我也不想那样说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说出的话都不是我想说的呢？玉麒麟，对不起。不对啊，难道我是被诅咒了？是你？干嘛？喂，你这家伙，你究竟要干嘛？你说话呀，干嘛？今天运气真是太好了，你。大丰收，大丰收啊！找还找不到呢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。不好，你快躲起来！不要躲了，
这不是熟人吗？是敌人，是敌人。又是你们三个家伙。你说话客气点，我们可是无敌黑土帮，黑暗统治者风影儿。宝猎手，菲尔，我们是仙灵大队，每个宝都将成为我们的公敌。在我们飞鸟面前称祖国。哎，你那只假麒麟呢？不会是抛弃你了吧？被抛弃了，被抛弃了。哼，天赐良机呀、啊！那以前的仇，此时不报，更待何时？贝尔。战斗状态来了！哼，我可不止玉麒麟一个灵宝哦！呀！丛飞鸟，你这个笨蛋，快给我出来干掉他们！笨蛋！啊，这是我说出来的话吗？敢问这是什么灵宝召唤口诀呀？第一次听到这么有品味有特点的口诀。这可是问怎么回事？是元兽，你这个懒蛋出来战斗。我不行了。小肚子小肚子小肚子都疼了。果真是天助我也。贝尔，该我们上了，狠狠地教训他。顺风硬翅风出击。这是什么？主人？哪儿冒出来的小屁孩？啊，那只虫子而已。给我灭了它！